天气，说变就变，关系说淡就淡，感情说散就散。这个世界上谁会陪你到永远？谁会永远一成不变？谁会一直把你放在心上？喜欢你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嫌弃你的时候你别样样都是错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人心一变，人走茶凉。一开始对你百依百顺，现如今只剩百般挑剔。不是你变得不好了，而是他对你的感情变了。有些人你挽留不了，有些情你掌控不得。真心总是被践踏，信任总是被辜负，原以为坚不可摧的感情在现实面前一推就倒。世事难料，人心难测，世态炎凉，说变就变。有的人靠近你是为了金钱，有的人对你好是为了利益，有的人说好要一直陪你，却成了伤你最深的那个人。原本以为有的人可以相伴终生，如今却是两人早已形同陌路。现实让你明白，这世上最难懂的就是人心。所以啊，你不要再傻傻的付出，也不要再轻易的信任。这个世界最不能相信的就是人心。既然改变不了，那就顺其自然。愿你学会忘记，懂得放弃，然后在这个善变的世界里依旧保持着一颗不变的初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